空还可以再刷一个、啊。没空啦。圈外有人哦。他往后跑干嘛？欸、那一只是回忆，什么叫什么回忆的？我不知道，但不是蝙蝠隔间。还有什么什么回忆？哎、欸，敌人，敌友救一个、哦，我近点。有了呢，真的假的？这样我还直接弹过来。我没有近近枪哦。我拿错枪了。我叫了。然后第一背板刻录，还在中间那里。残血，超残龙龙，他超残，快点！他如果下次都会给娃娃那个残血残血，来了。Love you all, I love you all, I love you all。微风怎么突然间变贱了、欸？有人。怎么被打了？倒了，他倒了。哎呦，我来了啦！你来了又怎样啦？今天很强。十几包哎。他的包很穷啊，你不用捡。除非你想要野牛冲锋枪啊。你是谁，宝宝？你不认识我？好。宝宝安装啊？干嘛？不是我，好，没问题。谁叫我？哪位帅哥叫我？哎，有在开车哦，沙雅。哪里啊？开车不久。车烂了，恐龙打人也不急哦，打上的酒是什么鬼啊？木屋，我好痛啊！他 A U G， 哎呀，打了，撞完死掉又不救一下，等一下啦，我等下去哦，等我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这个 S 怎么伤害那么痒啊？打伤才九是怎样？空，哦，不是恐龙。什么恐枪？这边有人，贩卖机啊。还有人啊，哨塔。你们好远哦！你们，哎、欸，你们怎么去那么远的、啊？战友还是什么？他来我。战友很远的、啊。有我没有懂啊。微风，我才刚离开空贩呢、欸。我要 UMP， 我要 UMP， 我直接回家了。沙雅他在哪？我去，我现在帮包裹，我现在帮包裹。沙雅他在哪里？你前面那个吗？哎，我前面更前面。哦，我看到了粉红兵哦，这个吧。我可以，哎，龙死了，打死了。龙龙又被打了。打死了。就跟你讲，对面那个很会偷啊。
是我刚刚打的敌人。超烂，这包什么烂东西啊？龙龙是要去哪里啦？龙龙，哎，我为什么这场钱那么少啊？为什么我这场钱那么少？才500块是怎样？什么东西？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刚刚传。什么东西？对，我被我自己用闹钟吓到。我刚刚传了我电话。等家。我这里啊，咋了？你在哪里啦？我在外面，你跑到里面去，然后叫我，然后叫我射你。你就跑到圈外。等一下，我被吸啊！英雄啊！哎，这个圈怎么那么远啦？官方不是这样吗？圈那么远干嘛？你刚刚是谁说有气流喷射台？快弹快弹快弹！哎、欸、喂喂，哎、欸、后面有气球喷射台，你们不用啊？我们这里就有了。哦，你们也有？是很降落啊？有人啊，我操！有看到。哎，三眼怎么跑到哪里去了？三眼不要这样啦！你们应该可以吧？嗯，可以。原来穿冰那么猛哦！穿冰可以连续穿5颗凝胶哦。可以一次穿5颗啊？可以一次穿5颗啊？哦，微风救我！微风，哪里有车？那个没有，我这里救不到，我要去哪里救？出圈外面。我这有贩卖机啊，只是里面有人。我在。有人就那个灯塔有人。我在等他出来。他们一定会想要去贩卖机救人。我去捡200块。还有啊，这样我还不能救了、欸。应该还有一只啊，没，如果没有一只，那就在灯塔。我把它先点，然后加塔，这塔才可以塔。谢谢你，我爱你。拜拜。我前面在打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啦！没捡会特别高兴。龙龙要直接压哦，真的假的？哇靠！金币旺盛呐！龙龙击倒人，龙龙我现在帮不了你哦。龙龙有人去了。好烂哦！龙龙我来帮你，我来帮。哎、欸，后面他跑回去了。龙龙，我帮你。龙龙好像不用我帮哈，反而是我比较需要帮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回风就干嘛？什么啦？我击倒一只了啦！有人你不知道？哎、欸，我们今天有人，龙龙，好痛啊！
好痛，我甲不见了。这有甲吗？有，太好了。我怎么看恐龙直接走窗户？用刮刮。哦，他会刮，你要刮。恐龙真丑。恐龙还有急救包吗？两个。我给你吧。没有啊，那个恐龙，你去拿1600去刷，反正现在也用不到，你就直接刷刷。好刷，就一直按那个。所以往圈外跑啦。是有人，不是。凤凰，你赶快去啊！凤凰，去一下。好快呀！然后碰到人啊。凤凰，接着再刷一个。没空啦。圈外有人哦。他往后跑干嘛？那一只是回忆，我叫什么回忆的？我不知道，那不是蝙蝠哥接的。还有什么什么回忆？二打三。敌人，敌友救一个。我近点。就来。哦，被恐龙抢了，恐龙在那边乱抢。没差啦，敌人死了。我们这一组杀了三。啊，什么东西？龙头17杀是怎样？